合体发现妙龄女尸，无身份证明，高加樱花手链辨识度高，警方呼吁民众止。来来来来，报告。人心宝有几条樱花手链，贵姓的时阵送给恁姊妹啊？然后靠前点位。你要靠好像就靠梁啊。靠好因从啥？靠好严胜元。这条报道是因报的啊，一定有迄条迄个女尸，只是唔敢公开，叫严胜元把相片传给咱。严胜元，啊，手机还伫你身躯边。我爸卡十几通电话给你呢，啊你拢我要接，你是啥物意思啊？小鹏，你先去无闲啦，我无闲的丈人甲丈母来找我，我一个伙仔有话在讲。哦，好。坐啊，出来有啥物代志，还是有啥物白天斗相共的？是，讲话是袂晓看人哦。无名女尸樱花手链的是母亲您报的，要人心有啥关系？你现在怎么进我店？阿姐，我咧上班呢，我手无闲的，来当接电话啊。而且我是娱乐新闻的总监，社会新闻我唔无咧看。啥物无名女尸樱花手链，我哪会知啦？你应该去找警方啊，还是殡仪馆？找我要创啥？啊，我袂记得啊，恁是仁心的姨丈甲阿姨，唔是直系亲属啊。去找警方，我嘛袂查恁。严胜元，你是啥物时阵伫个电视台拄到仁心的？伊的状况安怎？阿姨，你哪遮厉害？你也知影我有拄到仁心啊？啊，你想要看伊最后的身影？你小妹讲啥？是的啦，我讲唔对啊。你有想要看人心来做临时演员的演出无？我甲似乎是真心意爱，应该退出的人是你。你先转弯好无？你哪会当对我这么残忍？这剧本是谁安排啊？是不是你啊？哦，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兼制作人。对啊，是我安排。爸，爸。你是布料小外甥，你条鬼还有人性可能生嘴皮，你算啥物杂物件啊？我先生，我今日一直在甲人讲，我的办公室有做一监视器。你即马动手甲我拍，伫离开这栋大楼之前，你拍我影片，就全台湾拢看会到啊！安怎阿姐？你试看卖做只王。爸，安尼鸟，我袂怕。你安尼做网红可能无法度。跑啊！去死啊！妈，我拄才去警察局问过啊，迄个无名女尸根本就无啥物樱花手链，我若无约唔对，伊就是严胜元超过伊要去惊咱。而且，迄个无名女尸的死亡时间已经三天啊，我较无可能是昨昏才聋哑的人士。严胜元，啊你是超工要创治阮全家伙啊？哪会这么紧就互恁抓到啊？不好玩呢。你。胜元，你真正变啊！
变到我一点仔都无熟悉。你不是已经无交叉啦？你是安怎搁要跟我熟悉？你不是拢爱我负起责任？啊，为着我的责任，我即摆咧好好工作啊。安尼真好，以后我负责任。爸妈停药，咱来走。我的责任不是张子婷，搁有伊巴肚内底个。爸爸，讲的是真的啦。拄听到的时阵，真意外。啊，你目睭不要到底是要创啥？紧给我恭喜啊！哎，是恁的查某囝，你的小妹人生做我的媒人，我才有这个机会会当负起责任。等这个囡仔出世了后，我一定会亲身送红蛋啊油饭去。若是查甫的，会搁加一鸡腿。恭喜你，妈妈听用，咱来走。好啊，等我家就好啊。我送你入去。我是去打工啊，不是要创啥？你哄我，免这么主观。你敢无听过？职场如战场，那是想要胜利，后勤部队的机会真重要。靠后勤部队嘞，拍戏拍到安尼，是要安怎支援啊？长得困无好啊。我唔是让你困眠床，是安怎会困无好？你搁敢讲？咱唔知是谁啊，唯有暗中恶魔，搁夹我的手，才袂讲梦话。刚才我是正人君子，有定力。那不你咋？咱不知母诶，你是皖南的，我有啥物好烦恼诶？你一讲到讲我是歪，我无好你知影我厉害袂？你搞过来。你注意你的形象哦，你是有穿好油的，唔通去破坏酒店的名声。我认输，算你赢。谁要跟你输呀？无的。谁？我爱跟你拉啦，时间到，我陪你去打工啊。爱乖乖哦，卖菜性地，拜拜。这个人是谁啊？要跟人心在你前面。欢迎光临。杯水我敢会当啉，因为我唔知影这杯水内底底是你的善意，还是做歹的心机，我约袂着。这是公共场所，我知影，所以我才加一杯。那安尼这位人客，你要啉啥？敢有需要我替你介绍？介绍就唔免啦。啊，不过敢袂当请你解释一下，是安怎你第一世界人以后就人间蒸发？有阮家的人找你找到强要起痟，
请问你是不是觉得真趣味、真好耍？我唔知道你在讲啥，你唔知道，你够任性呢。当初爸妈把你的名号了真好，人心叵测。不怪你善谋略的攻心计，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安怎得到别人的同情，满足你使弄人的目的。就连今嘛，我大家嘛想你不甲玲珑西，敢不是？你今嘛心内是不是在想，当初大家放弃我，大家排挤我，大家放我一个人，今嘛来找我创啥？对不？我甲你已经无关系啊！你莫聊出讲你阁约会着我咧想啥？是啊，我甲你讲这。是我甲你阁有心电感应，我只是怕阮家的人会操烦啊。你捌讲过，你上惊孤单，啊，不过看起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啦，遮尔紧就找到伴。你是有幻想症，也是有幻觉啊？家己失去爱情，就当作别人拢在谈恋爱，刺激你哦。我拄则看到一个条件袂歹的查甫人送你来。恁两个人互动真亲密，啊不是？你捌讲过，你这世人无可能谈恋爱。看到身躯边的人谈恋爱，你会很不舒服、很尴尬，所以就爱拄着你感觉插目的人。即摆咧，家己谈恋爱啊，较早讲的话就无准算啊。我若是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根本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要消费就点饮料，无就谢谢光临。加饮料我啉没关系。你回去无需要甲厝内底的人讲，咱伫遮见过面，因为我是临时工，明仔载我就无伫个啊，而且我袂过来。若是我，我袂阁甲厝内底的人讲着你的名，因为你甲阮家铺甲乱七八糟。大家相信流目屎，我即马只会疗伤就袂赴啊，哪有可能阁有你来乱？啊，不过爸妈真想你，真烦恼你，请你甲因联络，至少让伊知影你平安无代志。啊，阁有，我会行入来，我只是想要知影，我是毋是会当重新面对你，认真面对你。我真欢喜，我做会到。